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本期是小子的案第357期。有粉丝让我测试一下国际田福大脚车的轮胎，打爆后还能不能开？这次就来测的全一点，先把一个左前轮打掉，看看 Plus 版的蹦蹦车会不会更快一些。但好像并没有，倒是慢了不少。再把右边后轮打了，看看还能不能走。没想到这样都还能走，不过速度好慢啊。这次把两个前轮打掉，上车试试。看来大脚车是后驱的，两个前轮打掉都还可以开，速度在20左右。这次把两个后轮打掉，打一个胎大概需要13发556，上车试一下。没后轮的大脚车基本移动不了，连过路的敌人都嫌弃。最后把四个轮胎都卸了，发现没有轮胎的大脚车连驾驶位都不见了。哎呦我去！好吧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还有没有其他疑问？我是南美小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